哇，他锁定了呢，那我去别的地方解，我等等回来。其实我可以重新去帮他挡一刀啦，可是路人场感觉不用打这么拼。哎，这个人不会这么好吧？头要爆了还来救我？哇，他好像是哪里来的圣人呢？召唤 Surfshark VPN， 大网络时代来临，你还局限于网域之中吗？快使用 VPN， 带你在网络世界中尽情奔驰。玩游戏想改善风暴遗失，就是现在该轮到你了。马上体验日本聘的丝滑享受。向こうにいる敵、自由になれるのか？还不止如此 ，Surfshark VPN 就像你的贴身神队友，无时无刻替你挡掉潜在的危险。逆将。牛逼！让你的网络用起来安全的，就像待在柜子里面一样，没有人能入侵你的资料。并且坚持无日志原则，限时 Surfshark 新年优惠，立即点击网址输入优惠代码 TKSHARK 即可获得额外五个月免费，有30天退款保证期哦。我只能说，现在这种天气，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洗脚盆哎，那有泡差很多呢，不开玩笑，真的差很多。阿辉天花板漏水，我用卫生棉贴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有卫生棉可以贴啦？大象忍者，我真的不开玩笑，这种天气大家真的都应该要有个泡脚的那个盆。如果你们现在没有，希望你们明天可以出门，为了自己的脚买一下，拿塑胶袋装热水，那也是个方法啦。可是没有洗脚盆方便啊。然后等一下泡一泡，有没有？脚洗一洗，然后擦干，袜子穿起来，我直接无敌。泡到昏倒，不是我泡脚而已，怎么会昏倒？这不是泡温泉，然后会睡觉吗？我直接上床，被子一盖，人直接就睡了。真的才几点？不是12点多啦。平常这个时候，我就是跟你们说小弟弟我的哈。哎，祝福你，2月1号考试的时候不要这么冷吗？应该不会冷到那么远吧？不是说冷到几号而已吗？不会冷到那么远吧？冷，本来是说冷到这个礼拜四嘛，然后再来要变热了，不是吗？鬼在那边，日减 N3 扣负两分过 ，Q。鬼在楼下追的。然后他在楼下，好猛哦！这个，没事。我操！他有友谊天长地久，快跑！他上来扁我了。他会从这个地方上来。他刚看得到我，稍微跑一下。这个人居然没，哎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OK， 他这样下去，那我就是抄原路回去就好。他好像在楼下欸，我听到他拿刀子的声音了，哭啊！我靠，卡枪，烧了！我在想，我要不要直接趴下来？算了，先补一次好了。还有3台，超安静的，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哎。吓到我，还以为是鬼。有个是我。他应该会从我前面走过来，一来我就跑。放手爆啊，那个没办法 ，QTE 是放手爆的。我怀疑他在那边等等我，等人过去修。
后面还追 P 四，对，他在我后面，因为我刚刚帮 P 四补完血，他现在又被鬼追，所以代表鬼在那边。话说咬紧牙关补血 QT 按爆会有声音吗？我没试过哎，要试一下才知道。他还会再上来的，他在警察那边。他走远了，这他还可以修。他会从这边来。嘿嘿，一刀一次都用不到，他的一刀一次都没用到。完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补包没了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走路突然变快了、啊？什么原因？他在走好快哦，为什么？狂暴没那么快了。哦，终于换人了。但是我头，他不知道有什么技能哎、欸，他没红光哎、欸。对，他不知道有带什么技能。他被鬼追，他不能救我，所以要这个人救。我选择直接趴下，这么多脚印，对不对？旁边那么多人，没有人会发现的啦，没那么好发现哦。他就砍那个解头套的了，我可以救。然后他等一下砍了，他会往外跑，我再去解我的头套。哇，他锁定了呢，那我去别的地方解，我等等回来。其实我可以重新去帮他挡一刀啦，可是路人场感觉不用打这么拼，你解头套好了，开心一点。队友被吹。哎呦，被队友气死哎、欸！完了，卡墙！哦，糟糕，我死定了！我卡那个墙。啊！我本来想去救他的，结果那个队友刚好从那边过来的。糟糕啦，我也饿挂啦。没事，起码队友被救到了，但是头快爆炸的队友。队友还会再来救我，我蹲在那兒没有，刚好要过去救他，我们两默契不太好。那个队友是从右边过来救他的，然后他被鬼遇到，他把他往队友身上拉，他应该要往反方向拉才对，队友才有办法救。不过他看不到我了，所以他也不能怪他。哎，这个人不会这么好吧？头要爆了还来救我，哇！
他好像是哪里来的圣人呢、欸？哇，不可能，这边不可能是我去救。这个队友修好了，我的头一定会跟着爆，不可能我去救，要救也是队友去救。他在硬修机哦，很可怕哦，我半血，不可能是我去救啊，一定是队友去救啊。我擦，他真的硬修，真的是 I fool you 呢。休息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过来啊，他不会要把鬼往我这边拉吧？其实我这边好像应该冲下去救人才对，冲！我这边直接冲下去救 P 3，然后 P 4被鬼追，这样才是对的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还活着。我去找地道。真的，我真的会有报应。哎、欸，他有蜘蛛哎、欸，难怪。他刚刚是有叠蜘蛛啦，难怪刚刚跑那么快。我只能说，我刚刚那边确实有没打好的地方，那边没拉他确实是怪怪的。但是过了就过了呗。